延续寿命。熬制的大铁锅不能断火，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熬制出来的焖香成品就会大打折扣，焖香药效就会废掉。为了不至于发生断火，将一大铁锅的野生药材和珍贵的焖香原料糟蹋浪费，我和刘老七两个人换着班烧火。我累的时候就让刘老七顶上去，刘老七累的话我就过来替班。我们两个人平均每到6个小时就会相互替换一下。反正熬制焖香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活，期间还需要涉及到许多方方面面的注意事项，要是只有我自己的话，怕是根本就干不了。时间过去的挺快，7期49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在白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就停止烧火，最后将熬制成型的焖香全部倒进木桶里。熬制出来的焖香都是发白，并没有想象中的黑不溜秋的局面，甚至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香味，可谓是药香和尸香融合的那种奇异香。这些焖香像是粘稠的液体一样被倒入木桶当中，然后刘老七去找来许许多多的模具，这些模具都是正方形的，大概一个有8丈大小，然后用炒菜的那种勺子一点点浇灌在正方形的模具上，让其冷却凝结。一大锅的原料熬制出来也就是半桶，木桶倒进模具里用了大概有10几个，因为模具不大，所以粘稠的焖香液体在倒入模具里面之后没多长时间就自然冷却凝固。接下来的时间将模具里面凝固的焖香块小心翼翼地敲出来，焖香块进行包装密封起来，一共熬制冷却凝固出来12块。刘老七说白先生这桩生意是8块，剩下4块则是封存下来备用。完成焖香成品的制作，刘老七很是高兴，说只要我跟着他干就不会亏待了我，保准我以后是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钱都不缺。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刘老七，这一块8丈大的方形焖香块得价值多少钱呢？辛苦盗取焖香又加入大量的珍贵野生药材，怕是价格不会低的。刘老七笑了笑，冲我伸出一根手指头。我心里犯嘀咕，你刘老七伸出一根手指头，我哪儿去知道到底是多少钱呢？一根手指头难道就是100万？我想了想就问刘老七，七叔，你是说这么一小块就得100万？不是。刘老七摇头一脸正色道，是100万美金，相当于700万人民币。我的个天哪！我直接瞪大眼，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盯着刘老七，真是没想到这么一块成品焖香竟然如此值钱，简直就是太黑了，太贵了，一小块就得700万，这么多钱怕是我们老百姓家里子孙三代加在一起都赚不到这么多钱。我快速算了一下，白先生要的是8块，1块700万，8块岂不就是5600万？天哪，5600万，这得是多少钱呢？现在我终于是明白了一个问题，想明白过来为何刘老七的师妹那个道门企图墓会带人来抢夺一半焖香。这么一具焖香
加上其他野生药材熬制出来，那可就是价值一个亿啊，甚至还要多一点。见我满脸吃惊，刘老七抽着雪茄，满脸的得意之色，那意思好像在跟我炫耀似的，让我好好看看他作为闷香人到底是多么的赚钱。我摸了摸鼻子，稳住心中的激动，问刘老七，怎么一块就价值700万？怕是一般的大老板都买不起吧？刘老七点了点头，他说，一般的生意人还真是买不起，只有身家千万的人才买得起这么一块。像是白先生是做黑白通吃大生意的，拥有上亿的资产，所以才会有如此雄厚的实力，一下子跟他订购8块。8块就是5600万，可不是千万富翁能够消费起的。我咽了咽口水，娘嘞，真看不出来白先生家里头竟然这么有钱。不过前面的时候刘老七说白先生有病，他不是普通的病，要不然不可能会找到刘老七花费如此天价订购闷香。一时间我心里头啊，感觉跟着刘老七干下去仿佛真的是很有前途。尽管盗墓取尸很是遭人谴责，但这份回报实在是太诱人了，我王德发也是坚持不住了呀。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刘老七是什么道门的寻香人，那么他至少也得干了不少年吧，这么多年下来那得是赚了几个亿啊，怕是财大气粗的白先生都比不上吧。我心里很是好奇，将这个疑问说了出来，开玩笑跟刘老七说，七叔，你老60多了，干了一辈子的寻香人，怕是富可敌国了吧。闻言刘老七微微皱眉，他左手拿着雪茄扭头看向外边，叹息一声说，小王，你是不知道啊，你七叔我对钱没兴趣。我微微愣然，这个老家伙竟然说对钱没有任何兴趣，那你还赚这么多钱，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当然我心里的想法是万万不能说出来的，要是得罪刘老七，搞得人家不高兴，一个翻脸伸手问我还钱，那么可就麻烦了。我现在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穷得连饭都得指望刘老七。刘老七笑了笑跟我解释说，小王，七叔知道你心里头不信，肯定感觉七叔很能装，对钱不感兴趣，还赚取那么多钱干嘛？实际上你家七叔我所赚到的所有钱 99% 都是捐了出去。什么？捐了出去？刘老七的话让我忍不住失声问道，七叔，你为什么要捐出去？自己当个有钱人，身家几十亿不是很好吗？人有钱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在什么地方买房子就在什么地方买房子，还能开各种豪车。刘老七摇头，语气很是坚定道，有钱就是成功人士了，有钱就能到处嘚瑟，不知天高地厚。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于他来说，钱不过是一个数字。凭借这门手艺，他以寻香人的古老传承，可以随时赚到钱。因为没有人不生病，不惧怕死的。越是有钱的人，身居高位的人就越是怕死，而闷香则是包治百病，
只要这些人不想死，那么就会花钱来购买闷香，延续寿命。